这对夫妇是黄国伦，只要一，然后他就会翻脸。那他会讲，我只要这样，他就说态度态度。我说态度是黑人澄清。没有，然后我只要这样子，例如说，他说老公怎么样？然后他一直叫，因为我在忙，然后我就说好了，知道了。态度什么好的知道了，注意态度。你才不是这样子，态度。然后我就说，好的知道了不行吗？他不是，没有了。黄国伦，你要篡改历史哦。态度，我跟你讲，他每次没有，你要他怎么回答你，你才甘心。他就是只要跟我讲，他就是说他我知道了就可以了。可是他 no， 他不会说我知道了，他才不会。他每次来康熙都会把自己讲得很可怜，然后我就变一个恶婆娘，才会造成你这么深的成见跟误解。我跟你讲，你的罪行真的很大呀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夫人们听听看，黄国伦毕竟是以才气是在演艺圈著称的人，夫人不管再怎么样，可以把先生叫过来说，我觉得你江郎才尽，就是这四个字很伤人。大人冤枉啊！黄国伦他真的讲出了江郎才尽这四个字吗？因为我必须说，康永，我有好一阵子没写歌了，就从那当年那个时代的作品。但他也要粉饰太平，不能讲啊。他那天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：“老公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江郎才尽？”很严肃，我觉得他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江郎才尽？”这四个字也太……我现场是，我觉得其实我是有点难过，这很吓人。但是我还是搞笑，我说开什么玩笑？什么江郎才尽？我刚当 style。江郎，我们是拿吵架当一种情绪，我们吵完感情都会更好。你们两个都觉得好玩，还是只有你一个人？我们两个真的都觉得好玩。可乃馨姐，我觉得你吵架的对象是他，如果你跟他，我就不相信你还吃得下饭。所以我会嫁给你。我觉得他不会嫁给你。听完你们的故事，我觉得我们没有问题了。后来你当初跟黄蓉结婚，有看准了他是好欺负的吗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具体的说黄国伦？你这么多年来代表作依然是我愿意有，因为我是为了要你就默默因为我跟你讲，这就好像小可跟阿Ben说，我不能讲，不能，我没有完全不能讲哇，他永远跟着我。没有，阿Ben说你最红的时候就是 BAD 的时候，那个男人根本就永远在再也无法站起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因为开黄腔吗？我讲，我哥你闭。你要了解，我除了是老婆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很不得已的身份叫经纪人，所以我的身份是我有责任要催促他有新作品。经纪人就可以这样讲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激励他。我问你，那你如果是阿Ben的经纪人，你敢对他说，你最红的时候就我一定不会这样，我不会用那语气，其实我是用很柔软的语气，然后是几乎已经到恳求，你知道好，譬如说我举个例子。你知道国伦是一个不能催他、不能激他的人，他都会担心。他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找我麻烦？譬如说我们拿微博来举例好了。你知道他开了微博，开了微博以后，不是我跟你讲吗？你知道我们开微博以后，他就根本就不太写，他也不太去经营。然后他可能一两个月才 po 一篇，然后呢内容又，你知道我觉得因为我江郎才尽。我就说，微博这种事他不想写就不要管了。可是啊，一个经纪人不是应该要督促自己的艺人去经营一些事情吗？你们有管另一半的微博吗？没有。而且他会爱写不写吧？他会出题目说，老公，今天晚上你要写一篇怎么样微博？因为你要经营，你看那 S 跟康永他们经营微博经营的多好，艺人经营微博是你们的天职，要做好。哇！然后就说开始写微博，说写微博了没有？我说还没。小学生还要作业。态度，这是陈建州拍的电影，这真的有发生的事吗？我没有，我是跟他讲。高启秀，我跟你讲，还有脸书，还有推特都可以经营，要不要叫他都开？我跟你讲，我只是稍微的提醒哦，但他就会翻脸，是他翻脸，不是我翻脸。可是我觉得你很值得让人家跟你翻脸呢。可是我最大的委屈是我跟他讲这些事情，都是我觉得为了他好。啊，这更可怕！我来替骂完，然后说我这都是为了你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来替乃馨讲一句话，我觉得乃馨是用心良苦，因为他讲出江郎才尽以后，我的确受伤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还自嘲说欧巴刚刚在，可是我觉得并不好笑，但因为我就觉得说真的不好笑，哎，是的，谢谢。你干嘛补这一句？你是讲哪件事不好笑？然后。当天晚上我就觉得说我要好好的想一想我老婆讲的话。其实不瞒你说，因着她刺激我那一次，我在不久以后就这一个月，
我写出了25首新歌。一个月写25首，就因为这一句，不是一个月，两个礼拜你就写出来了。词跟曲一起，因为我以前康永，我以前是作曲人比较多，但是就最近的有一些感动感触，所以老婆一句话，让我就开始。老公，你幸福吗？你觉得你真的江郎才尽？我昨天才刚杀青，你现在讲这种话？25首歌现在是有人要使用了吗？没有，我还在写。然后我写完，我就很高兴的说：“老婆，你看我写的新歌，我没有这样才气，听一看。”他说：“嗯，还好。”可是他又不是很好的，也有很好的，也有很好的。我跟你讲，那25首里面有5首我超爱，我在这5首一定会中，而且一定会大中。你说是有人会唱，还是说他自己要唱？他要自己唱。因为那5首歌，我会希望你什么反应？因为我觉得态度哇、wow. ！你知道我们吵架常常会用一句话而吵，会不会太？他什么会不会太烂？还会写出一首态度之歌？比如说他今天写了一个什么多一句少一句什么？多一句或少一句，我说多一句温暖的关心，少一句伤害的怒气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。这样对啊，这就是劝，就是在劝世之道嘛。对对对，歌名叫做《忍》嘛。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《我已选择不再受伤》。